2021年是我拍鸟的第二年，我2020年去酋长岩开始拍游隼，然后才开始拍鸟，主要都是露营。我2020年去酋长岩拍游隼都是用手动镜头，然后在2021年3月底的时候买了一台 Sony 的 A7S3。买完当周的4月5号，我就跑去溶洞拍游隼，这是我第一次到溶洞拍游隼。2017年公共电视有的节目叫《我们的岛》，里面有一集的内容就是溶洞游隼，我就是看这影片去的。到了溶洞甲湾步道的凉亭，我看了好久，我观察到岩壁上有游隼的大便，但是我在悬崖和凉亭之间跑了好几趟都没有发现到游隼。我就坐在凉亭的椅子上看着外面的天空，忽然发现天空中飘起了好多羽毛，我就晓得我找到了，我找到溶洞游隼了。我就跑到对面峭壁的那边，看到了游隼在处理它的猎物，所以羽毛一直从天空中飘了起来。我看到这一幕心中实在很高兴。记得那一次我拍到一个满意的飞行板画面，我就看游隼这样子飞到岩壁上，拍到这一幕我就很高兴的回家了。2021年我总共去溶洞拍游隼拍了7次，从开始找到巢穴，然后后来有看到蛋，有一周看到了很可爱的白色小雏鸟，但是隔一周再去就什么也没有了，只有两只成鸟站在岩壁上休息。那一次是我第5次到溶洞拍游隼，后来3级警戒以后我就没有再去了，一直到3级降2级以后我又去了2次，所以我总共今年去溶洞拍游隼拍了7次。溶洞游隼影片花了我1个多月的时间整理，现在整理完的时间是2021年的10月31日，但是影片公开的时间我再斟酌一下吧，我也不晓得哪时候会公开影片，就看缘分。记得当初我在悬崖拍完以后回到了凉亭，我就沿着预想的巢穴位置开始找，终于让我找到原来巢穴的位置就在旁边一个小洞里面，就看到成鸟趴在洞口孵蛋，屁股对着我，心里就很高兴，这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。溶洞游隼育雏的影片我大概会剪7到8集吧，然后会把一些飞行板跟一些花絮片段放在第8集以后。我们先看今天的影片吧。看起来在这一块应该有机会吧，看起来没有雏鸟的感觉。这一块它应该是在这里的地方，这边还有扁扁，但是没有任何羽毛的迹象。你看哦，这边就还有扁扁，游隼会站在这边，然后扁扁的地方看起来都还蛮新鲜的。这风太大，看起来都还蛮新鲜的，应该还有在这边活动。今天都不在家吗？还没回家吗？现在尴尬的是我找不到游隼在哪里，我去那个悬崖那边看一下好了。岩壁上是有那个游隼的那个扁扁的痕迹，但是没有看到。看不到啊，这边墙啊，那边是有扁扁，这边有扁扁，就这一条而已。今天这边看起来的扁扁比较少，阳天那边看过的扁扁比较多，所以我不晓得在哪边等。我去先回去凉亭等好了，好吧？上次来应该是2006年了，数年没来这里了，应该有15年没错。看有几个那个扁扁的踩点啊，看起来都是蛮熟悉的。不对不对，天空中很多羽毛。
不对不对，表示有在觅食的，在家在家。我刚才发现墙壁上很多羽毛在飞，这是有准抓到猎物回家再拔毛的迹象，但是我那方向拍不到。啊，有有，在这在这，看到看到了。有有准有准，看到了，在这里抓了一只白色的，应该是鸽子吧？哇，酷！再走回去凉亭，因为现在把装备扛过去以后，有准飞走了。不过陆续还是拍到一些，录到一些飞行板的。我在想是停在另外这一边，所以这又走第三看，第三看，所以这边要走走三次了，来回走三次了。刚看到飞回来走进来这里了。哎呦呦呦！有没有在这，在这？洞里是不是有一只？洞里有一只，哇，抓到了！来了，原本以为会在这一条的，然后现在发现这边洞里有了尾巴，有没有？在孵蛋。还在孵蛋啊，还在孵蛋，有一只蹲在这边孵蛋。哦，原来躲在这里。哎，看到了，看到它飞回来，然后原本先飞去旁边岩壁，然后后来又一次飞回巢穴，然后我看到一只成鸟在，一只那个成鸟在里面孵蛋，那个就是一只鸟就那个蹲在那里嘛。然后屁股向外面，现在我要拍哪里呢？反正那个孵蛋的应该不会飞走了，我先这边再拍了一个钟头以后再回去拍它孵蛋好了。然后看到有准了，在它处理食物的下面，来拍它。是它处理食物的地方，然后底下这边，不过这次看起来羽毛颜色有点怪，还是因为我没有从上面看过有准。但是它的背部的羽毛有点白嘞。太近太近了，哎呦呦呦呦了，还有一只在叫，对不对？哦，飞走了。妈妈，成鸟，小孩还没有出来。
太远了，太远了。漂亮！哇，山壁，山壁，在山壁上。绿魔皇的叫声叫他们回过来。哎，不行。绿魔皇的叫声叫他们回过来。哎，不行。绿魔皇的叫声叫他们回过来。哎，不行。哇，就飞走了。今天算有收获了，最后有录到 4K120， 只是回去看一下效果，再看要不要买加倍镜，再买下去会破16.5万了，现在是15万了，这礼拜花装备买了15万，再买下去16.5万解决吧，16.5万，然后再买一支旅游镜好了。大概是17万，有点伤啊！再来看一下它的巢穴，巢穴这边